故事杂菜鸡，予台湾囡仔上有料的故事节目。罗里亚剧团制作，文化部109年本土语言创作佮应用补助。第六集，虎姑婆。千百年前，伫咧山顶有各种的妖怪，其中一种就是虎精。虎精伫咧修行的时阵，就爱食几下个细汉囡仔，才会当完全修炼成做人。一天，有一只虎精准备修炼到最后阶段，伊就落山开始找细汉囡仔。哎呀，要去倒位找细汉囡仔嘞？虎精哪讲哪行，伫咧山脚的庄仔头附近，踅来踅去。雄雄伊听到一户人家传来哭声，虎精快速秘伫门外偷听。好啊啦，莫哭啊，乖囝，阿母真紧就会转来啊，好不？管哪，阿母上讨厌啦，一直出门。小妹，你莫安尼讲啦，阿母嘛是因为阿爸无伫咧啊，只好去外口做工课，甲咱饲啊。莫安尼乌白讲，阿母会伤心的。吉子，你陪小妹。好，阿母，我甲伊倒摕物件啦。阿妹啊，来啦！莫安尼好无？李子，予你食好食的白叶糖。原来，这户人家做老爸过身啊，囡仔的老母爱出门做工课赚钱。虎精听到这户人家竟然有三个细汉囡仔，伊欢喜到袂搁滴。一声就好啊，够好运的。做一摆解决啦！虎精点点看入去窗仔内，囡仔的老母当对大汉查某囝挂物件到门口口，虎精随便到前埕的草坡来。大姐啊，你上捌代志上体贴，会记得替我照顾妹妹啊。小妹要唔捌代志，爱甲体谅啦吼。是着囡仔哦，遮尼细汉，着爱接受阿爸无伫个，想着吼，着艰苦啦。阿母，你莫艰苦啊，我会甲因照顾，你会使放心，好无？好啦，啊，有啥物代志吼，会当找恁姑婆来斗相共，我小等下去甲招呼吼。嗯，我来去啊。卡细伊个哦。姑婆哈，虎精偷偷啊对伫这个阿母的后壁，去到姑婆因家，看到姑婆的模样，伊个倒转去到三姊妹因家，伫咧外口变作姑婆的模样，开始弄门。囡仔，开门啊！我是姑婆哈，来找你啦！姑婆来啊！细汉查某囝足欢喜的开门，大汉查某囝感觉小可怪怪。姑婆行路足慢呢，哪会遐尼啊紧就到？而且阿母毋是叫因若有代志爱找姑婆，姑婆哪会家己来咧？也毋过细汉查某囝伊毋管，姑婆来啊，伊嘛无咧啼哭。就让姑婆陪因爬去眠床顶，就安尼睏去啊。小妹嘛睏啊，咱嘛紧睏啊。好。也毋过大汉查某囝边来边去睏袂去，一回头发现第二查某囝嘛也袂睏。你嘛也袂睏啊？对啊，大姐，嗯，我睏袂去啊。是安怎？你敢有感觉姑婆今仔日怪怪？
你嘛安尼感觉，我嘛是。你敢要去看麦？好啊，也毋过咱来较细声。大汉查某囝甲第二查某囝准备买罗宾床的时阵，伊听到另外一间房间有爆物件的声音，因就惊吓的互相对看，甲对方的手拉条的，点点的走出门。另外一间房间的声音嘛无停落，大汉查某囝舒一口气，提起勇气问。姑婆，房间内的声音熊熊停起，整个房间的气氛变得很紧张的。大汉查某囝甲第二查某囝注神咧听。安怎哈？阿无爱困醒。姑婆，已经半暝啊。你是在吃啥？安静一时了，第二个查某囝规个人咧皮皮喘，伊甲大姐的手牵掉，甲家己的嘴按掉的。哦，我伫咧剥土豆啊，敢是？姑婆，我嘛想要食一撮，刚好。又搁点进一阵啊，有一块物件为房间弹出来，大汉查某囝真少看，险险要昏去。是细汉查某囝枕头啊！原来可怜的细汉查某囝，被好姑婆吃去啊！伊强强把皮皮撮的身躯控制住。鸡仔爆物件的声音，伊甲第二个查某囝手牵咧，点点啊想要行去门外。伫这个时阵，为房间传来虎姑婆的声音：“甘好食？多谢姑婆。啊，恁是要去对啊？”想不到虎姑婆在门内竟然还知道外面大汉查某囝对第二查某囝在行煞，两个人行一条，也不过大汉查某囝也是认真的回答：“我要传妹妹去便所啦，外面很暗的，她会惊。”好，较紧回来啊！我等。大汉查某囝扭掉第二查某囝，走去门外，然后赶紧避去门外迄丛青年的大樟树啊顶。大树啊，大树啊，拜托，请甲阮保护！拜托，请甲阮保护！过一阵久，雨声感觉挡袂牢，伊行到门外四处吹，发现枝梅啊伫咧树仔顶，伊伸手想要爬起哩。想袂到这青年的大樟树啊有灵气，雨声就拨伫咧涂骹，伊徛起来甲脚床拨拨咧，加啊平静讲。好啊，恁两个卖味啊！我爬起哩，足简单哩，知影。我知影，你是要教阮食掉，也毋过我无想要去予你拆食落吧。敢袂使，请你至少煮一鼎水，我家己跳落去，好无？这是我上尾的要求啊，麻烦你啊！好家把头夹，伊就答应了。伊登到房间内底，掀一点烧水，搬到大樟树下下骹。好啊，
你会使落啊？歹势啦，阮惊悬啊，无法度落去。敢会使麻烦恁替阮家顶用绳仔吊起来？哎，真正是啰里啰嗦的啊！第二查某囝把绳仔弹落来，好正真惊。你那的阿母这个时阵若转来，会足晦气的。想拢无想，就把绳仔扣起来，穿过顶耳，就把绳仔弹去树仔顶。就安尼，姊妹仔就假作要把顶救起。好正等到嘴暖直直流，伊把嘴开甲开开开。来啊！原来落来的不是大汉查某囝，甲第二个查某囝，因所啊救无一两个，都趁好者无注意，放手甲规鼎烧水淋伫咧好阿姐的脑后内底，这个鼎都牵伫咧好者的头壳顶，好者都惨叫消失去。这个时阵阿母拄好倒转来，乖囝。三个人咱做伙哭甲，最后因甲细汉查某囝的衫，待伫咧迄丛千年的大樟树仔下骹。这个故事就安尼传开，为着卖互可怕的虎精甲囡仔搁食掉，人总是甲这个故事愈讲愈恐怖。迄件囡仔卖伫半暝啼哭，嘛迄件大人唔通甲囡仔留伫咧厝，家己出门。今日的故事就讲到这，咱后摆空中见面哦。